小火龙特镇南，哎、欸、，Mine 的这个题目好厉害，画的人也好厉害，他马上猜到了，颜色超会用，一模一样。哎，这进化，它进化了。哎、欸，好强！哎、欸，小米好强哦。说什么画什么、欸？哎、欸，进化了，进化版了。石锅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这对话了吧？哎、欸，这个很厉害耶！你看，小火龙真的，为什么会进化啦？然后进化回来还退化回来了，这太厉害了。这什么啦？这太难了吧！哦、啊、哦，哎、啊，这什么又是梗吗？看不大懂。就是那个吗？航海王的吗？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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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从哎从这边怎么就不大一样了？这什么？蓝什么的？水色是什么？水色是什么？然后那个呢？颜色呢？颜色呢？然后那个这水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变 RIP 啦、啊？等下从哪里怪变怪怪的？从水就不大对啦、啊。直接给人家往生去了。好啦，好 RIP 也对嘛，没有错没有错啊，这个不错耶。莱姆的题目是什么？是水果人 啊这什么 Outside 吗？戴口罩吗？戴口罩挡病毒。等一下，没有我啊，没有我啊，没有我啊，这什么？好可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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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颜色好可怕。刚有写到 COVID-19 吗？没印象。右边已经看不大出来了，赞欸 Kobe 还在啊。Kobe 的呢？病毒呢？那赞什么啦？欸不是，欸为什么会变那个形象？欸欸怎么说变五条了啦？又是五条，又是剪刀手。我们的口罩呢？欸跟今天的题目超像的。今天不是咒术回战篇吗？从口罩戴成眼罩去了。